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啊，这《显首品》第十二，法行形象。我们记着前面的清凉大师的开示，四因四缘，我们从第四缘看起啊。但为永灭众生苦者，即见生受祸业苦啊，是第四缘。这个生就是众生啊，受就是现前所受的迷惑造业受苦啊。那么这个是菩萨发心呢第四种缘啊，前面第三呢是看到法将要断灭了啊，这是危急存亡的时刻，不能不发心啊。那么同时呢，在现前我们又看到众生太苦了，众生为什么会受这么多苦难？迷惑啊，迷的是什么呢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啊。即使今天这个科学知识透露出来了，依旧不相信啊。科学家给我们透露的，人确确实实有轮回。西方呢，在最近半个世纪啊，许许多多人热衷啊，在研究，在找证据所以现在通灵的在国外啊越来越多了啊，有确凿的证据啊，证明人有灵魂啊。生死是什么？是身体，身体不是自己啊，灵魂才是自己，灵魂不生不灭啊。啊，身体死亡了，灵魂离开身体啊，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么他这一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来生还要来，还来继续办。外国人讲呢，他的功课，他的功课没有学完，没有学好，还要继续来学习啊。佛法里面不是讲功课，但是也差不多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是业报啊，你造的那些业，你得受果报啊。
啊，那么这个果报到底是哪一辈子才能搞清呢？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冤冤相报，啊，就是你欠人的要还人家，人家欠你的也要还你，欠命的还命，欠财的还钱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六道轮回里面的四种真正的原因呢、啊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还债。啊，不是这四种关系，这一生同样生在这个世界，陌生人不认识啊。啊，凡是会变成一家人，变成你的亲戚朋友。啊，你的同事，只要跟你有往来熟悉的人，全都是有这四种关系。啊，这四种关系轻重不一样。啊，最重的变成一家人。啊，偶然在路上走路，有一个人见到你很欢喜，给你点点头，过去生中都有缘。啊，很可能这个人的时候呢，一生就是这么一次碰头，啊，一生以后再碰不到了，没有偶然的事情。啊，这个人看到你很不顺眼，瞪你一眼，过去生中也有缘，啊，这是什么亲的？啊，这佛法里面讲的。啊，佛法讲得好啊！啊，缘可不可以把它了了呢？行啊，觉悟就了了，不觉悟就永远在搞啊！啊，像玩游戏一样啊，这个游戏玩得很痛苦啊。啊，觉悟怎么样呢？不玩了。啊，把这些放下了。想走，离开，走出，啊，这就好像一个赌场一样嘛。我不玩了，我想离开，我想走出去。走出去有门路啊。啊，这个门路就是圣贤的引导。啊，圣贤的教诲呀！啊，所有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，就是引导。啊，所以我称之为宝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从这一条路啊，依这个引导啊，你就能走出六道轮回，不再搞这个游戏了。啊，这个游戏就可以终止了。凡是修学圣贤的，一定是提升自己的灵性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个里头有大乐啊！啊，佛菩萨救苦救难，用什么？用教学。啊，偶尔好像也有一点神通，有一点奇迹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叫你相信啊，知道是这个事情真有你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习啊。啊，神通只能帮助你起心，你看四种原理是头一个。啊，见到佛菩萨神变威力的头一个是让你起信的啊，你相信之后你才会发心学习
这是对一般人的。那么对知识分子，这个东西知识分子看了摇头，这是迷信，不能接受。所以佛菩萨显圣对知识分子没什么多大效果。知识程度越高越不会接受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第二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受持正法修住智啊，这个对知识分子非常有效啊。没有接触不知道，一接触的这大学问呢、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，大哲学家了，年轻的时候就到外国留学了，他怎么会信这个东西？什么神变，他都不闻不问的。养病，到峨眉山去养病。除了佛经之外没东西看，读书人嘛，看书看成习惯嘛，所以就偶尔看看佛经，越看越有味道，发现这个里头有大学问，就知识分子这种方式，你看看佛菩萨帮助众生，也戒引众生，真的是。方便有多门呐、归元无二路啊！让你接触到了，你明白了，你肯定了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大学问。尤其是把什么叫佛，什么叫菩萨搞清楚了，原来佛菩萨是人呐、你就是佛了，你就是菩萨了，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你就叫佛。妄想断不掉，能把分别执着断掉，你就是菩萨。妄想分别还断不掉，你能把执着断掉，你就是阿罗汉。如果这三个都断不掉，你是六道凡夫。凡夫是人，菩萨也是人，阿罗汉也是人，佛也是人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，这哪有迷信的？那么佛教今天衰，让社会大众产生严重的误会，你可不能怪别人，那你要怪社会大众啊，那你就有罪了。要怪谁？怪自己。那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自己没搞清楚啊。我们没有认真呢，去实践呢。没有认真学，没有把这个佛菩萨阿罗汉的样子显示出给社会大众看，人家看了自然就觉悟了。虽然是学佛，天天在念佛想求生净土，妄想分别执着依然很严重，没有减少，这就错了，那这就是我们会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原因就在此地。佛法的修行，修是修真的，行是行为，
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错误的行为太多太多了，数不清了。释迦牟尼佛把它分成三大类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那么这三大类呢，表现在外面，第一个是思想见解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是身体的造作，身与意也。你的行为表现在外面的时候，总不外乎这三方面呢。那这三方面，你的思想错了，你的见解错了。思想就是你想错了，见解错，你看错了，他修正过来。言语呢，你说错了，身体你做错了。你把你所有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这哪有迷信？一听到修行，这是宗教，这是迷信，那么你的所有一切错误都不需要修正过来，继续错下去。继续错下去，你自己要吃苦，你也害社会，你也害到大家一起吃苦。这是正当的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讲迷，这个惑，这个惑是根，惑就是通执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都是叫迷惑。迷惑了之后啊，他在造业。这就是造作一切不善。我们在世间造作的善行，利益众生，帮助社会，也不是善业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明心见性，这是错误。所以在六道里面讲的这个善恶，在佛法里面讲的那个善也是恶。所以佛法这讲的很妙了，这个业有净业，有染业。六道里面都是染业，染业里头有善有恶，善恶都染恶。你看你造善，你生欢喜心。欢喜什么？七情。你造的善的时候喜。造的恶业的时候呢，是有怒。有哀，悲哀。善业的是有乐，这个就是通通生七情五欲，通通生长增长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就不清净了。你的心不清净的，所以善恶都不善。这个要知道那佛菩萨的善业是怎么个讲法呢？佛菩萨善业在形式上跟我们一般凡夫没有两样，骨子里头不一样。就是他造一切善，没有生欢喜心；他造这个恶的时候，里面没有苦。就是他造的恶业里面的时候，不起贪嗔痴慢，这个厉害啊！
不起七情五欲，那个也叫静业。这个东西我们都很难懂啊。啊，那我们用个比喻，诸位从比喻里头可以能体会到一些。啊，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像唱戏，舞台上表演。你看，他完全照剧本，剧本叫你笑，你就得笑；叫你哭，你就装作哭。哭跟笑都不是身自内心。啊，表演给外面的，与自己毫不相干，那就叫静业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人是苦乐忧喜都当作真呐、啊，他不是演戏呀、啊，不是表演呐、啊，啊，他当的，所以这假戏真演呢、啊，那就叫染。你们从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，什么叫静业，什么叫染业。啊，你才真搞得清楚，敬业果报不在六道，六道通通是染业。啊，现在佛菩萨表演的高明啊！啊，那么他所表演的，无论是善的，是反面的，啊，恶的，全是教化众生。啊，善的正面教材。恶的反面教材，啊，全是觉悟众生的，啊，绝对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是佛菩萨，这是高明到基础啊！啊，那我们在《华严经》末后啊，善财五十三参就看出来了，啊，这五十三个人。都是诸佛再来的实现的啊，变化作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，你看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演的啊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现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里的有没有这种菩萨在表演？有。凡夫不认识啊，真的把佛菩萨也当作凡人，佛菩萨清楚啊，佛菩萨眼目当中的凡人也是未来佛啊，不过就是现在的时候呢，带着妄想分别执着迷惑的佛，他是佛，他不是假佛啊，所以他对人能尊重，对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也是非常尊重，不一样啊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是大学问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这些知识啊，不是普通地方你能够学习得到的啊，所以那么佛的教学宗旨目标我们就清楚了，两句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迷就是惑，他只要觉悟了，他造的业就是净业，净业没有果报啊，果报有，但是没有苦乐，妙不可言的啊！他在地狱在恶鬼绝对不会是没有苦的感受啊，他为什么到地狱到恶鬼呢？要帮助那边众生呢，那边众生苦你不去怎么办呢啊，要跟众生现同样的相，现同样的身，不现同样的身他不能接受，
所以菩萨在人间一定现人身，我们好交流啊。在鬼道一定现鬼身，在地狱道一定现地狱身。啊，你要知道他的本事，他没有惑，就他不迷，他不迷，他所有一切造作，他是表演。啊，表演的就有正面的，有反面的。啊，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呐、这个就是方便。佛家讲善巧方便，啊，你要懂得那个善，善是什么呢？帮助众生，帮助他觉悟。巧是巧妙，那方法巧妙，啊，方便方是方法，便是最恰当的方法，最合适的方法，所以它是没有一定的。啊，用这个方法让人觉悟过来，醒过来。这是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他干的事情啊。啊，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啊，一片慈悲也不迷惑。啊，所有一切造作都是度众生。啊，里头绝对没有苦乐的感受，啊，如果有苦乐的感受，那叫造业，那是凡夫六道里头的业，啊，那就是造染业。有苦乐的感受呢，是染业；没有苦乐的感受啊，是净业。这个染净，你从这个地方，你就会能够辨别得很清楚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做一个好的事情。有没有欢喜啊？这个造个不善的时候会觉，有没有觉得难过？要有这种情绪发生，染业啊，因为你有迷惑啊。不但我们人道有迷惑，天上也迷惑啊，一直到色界天无色界天，非想非非想出天人，还是迷惑，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这就是所造一切，啊，那么这个色界无色界可以说是纯善，没有我，啊，但是它是染，它不是净，啊，他在这个里面享受禅悦。那个乐趣啊，禅悦之乐，它有乐受啊。夫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乐是快乐，他有那个享受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不好。但是是染业，不是净业。啊，净业的心永远不动，那就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，这是净业。啊，你要是懂得这么一个道理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入法界品才有味道，你才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！你不懂这个道理的人，你看不出来啊，你看到那一篇就好像讲故事一样，像小说一样啊！你看不出那个里头真实智慧啊！你懂得，你就晓得善财童子是怎样把自己提升过来，怎样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这个迷惑啊，也在境界里头把它磨掉啊。
没有境界现前，断不掉啊！啊，就跟刀一样啊，钝的时候你要磨，把它磨快呀、啊！啊，我们铜器久了之后啊，它氧化了，你要把它擦擦干净的，古时候叫铜镜呢。啊，用一段时期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擦亮。啊，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要常常经得起磨练，慢慢把它磨光。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那么这是什么？要高度的警觉，这个高度警觉没有别的。你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讲经教学就是。时时勤拂拭啊！啊，把这些芸芸众生的迷惑吧，天天把它擦干净了。啊，有些迷惑的轻的，哎，擦个一段时间，哎，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烦恼习气重的，慢慢来吧。有的时候一生还不行，来生，来生还不行，甚至千生百生。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到佛的慈悲，看到佛的恩德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，生生世世照顾你啊。那么经上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叫无缘？你不接受啊！你不接受，你就遇不到啊！你要是接受，真诚心、恳切的心接受，佛菩萨就应化来了，你就有缘遇到啊！啊，不想接受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在你面前也当面错过，也遇不到。这就是看到众生呢迷惑了啊！迷惑实在讲造业，决定是造的恶业多，善业少啊！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多啊，天上的众生少啊。为什么天上是善业？心善、言善、行善啊，身与意三业都善，这才能升天呢、啊。啊，那你看看，我们想象自己，看看我们周边那些大众，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？啊，那你晓得啊，他是天人啊，心不善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种人升不了天的啊。凡是落在这十六个字的时候，他所造作的都是罪业。啊，纵然做好事，好事里头有企图，啊，决定有他的利益在里头，没有他的利益，好事他也不干。啊，他干好事里头不是由图名就是图利，啊，所以果报呢，不在天上。国报能在来生在人间就不错了啊，善决定有善果啊。我们看到啊，都在眼前呢 啊，行善得到的
殊胜的果报。他什么身体呢？畜生身，就我们最常看到的，真有福报，比人的福报大多了。啊，哪一类的畜生呢？宠物。你们想想看，养宠物的人，全家人都爱他，都照顾他，都伺候他。哎，家里人会吵架，会不愉快，但是对那个宠物绝对没有恶行恶意。他的福报多大？过去生中修的福啊！啊，畜生里都有福报的，啊，恶鬼里面有福报的，妖魔鬼怪里面有福报的。绝大多数都是在人道里面修的福啊，为什么会堕到那个恶道里面修呢？生于意不善嘛，啊，这个要高度警觉啊，要自己常常反省啊，生于意不善修的福。他所修的福报的时候，确实他有他的企图，有他的目的啊，不像佛在经上讲的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个修福报是敬业啊，那个福报就不是在六道里面了，那个福报是帮助你灵性的提升啊，这是真正的福报，叫敬意啊。那么苦，佛讲六道都苦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欲界里面有八苦啊，三苦八苦啊，这分类呀，啊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苦苦里面有八苦，通通要受啊，啊，天上也要受啊，啊，欲界天呢，到色界天了，八苦没有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欲控制住了，它不是断掉的啊，它是定功禅定的功夫啊，把它扶住了，油不起作用啊，所以它没有八苦，但是它有坏苦啊，坏苦就是寿命到的时候身坏了那个身还是要舍，就是说色界天有身，既有身就有生有灭啊，时间长而已，他所居住的宫殿居住的环境会坏掉啊，我们谚语所谓沧海桑田，无色界呢？无色界他身体都没有，所以他坏苦没有，他有行苦。啊，什么叫行苦呢？他的那个境界，虽然是非常好的境界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啊，它也是有时间的。时间长短那是他的定功啊，佛给我们讲分为四等啊，最长的八万大劫，那最长了，那八万大劫又到的时候啊，到的时候他要往下堕落啊，他没有坏事，因为他没有身，他也没有宫殿
啊，所以他只有往下堕落的苦啊，他没有坏苦。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好清楚啊，我们要体会到，要真正能懂得。就你看看这个佛的经教如此的殊胜啊，你把世间所有的宗教所有圣贤典籍展开来，你去读，你读其他圣贤典籍，你不懂佛法。如果你读了佛法之后啊，你再看其他所有圣贤典籍，你全都贯通了。这就是什么？你站在最高的地方，哦，下面看得清清楚楚；你站在下面的时候，比你高的你看不到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就我感谢方老师啊，不是他教导我的时候，永远不知道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那你站在最高峰的时候，那所有一些这个宗教学术的你全都看清楚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不断把灵性向上提升，断烦恼证菩提。菩提是智慧啊，佛法里常讲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。啊，这个里头多快乐啊！这个快乐不是六道里面苦乐之乐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觉法之路，觉悟的路，不是迷惑的啊！世间人苦乐忧喜时都是迷惑啊，这是真正觉悟啊，真正醒悟过来啊！啊，你看看芸芸众生，无论他造善业造恶业，清清楚楚。六道像个走马灯，他往哪里去哪里来，你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这里面有缘的能接受的帮助他，不能接受的慢慢来吧啊，等他什么时候想回头，什么时候在这玩厌了啊，六道轮回生死疲劳啊，玩厌了，不想再玩了，这就觉悟啊。所以佛这时就来了，来帮助他。哎，你有出离的心，你不想再玩了，帮助你；你没有出离心，还继续想玩，佛菩萨也点点头啊，你去玩吧，就这么意思，你去玩吧。佛菩萨从来不勉强一个人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了，这十个纲领啊，啊，那么此地所说的，你前面这个话你明白之后，你就懂得。这个是见到众生呢，受祸也苦，受这么大的灾难，啊，这就是搞六道轮回啊，佛菩萨来了，啊，那么这些受苦的人，轮回的人，总是里头有觉悟的，一个觉悟，佛菩萨也来，啊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。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他欢喜接受，他明白了，他肯接受了，佛菩萨来了。
啊，那不能接受的呢，佛菩萨来了要顺便帮助他，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，已经有善根的帮他提升，啊，提升到什么层次还是他自己的缘分，啊，个人的档次不一样啊，啊，有的人提升到菩萨，有的人提升到罗汉，有的人从人道提升到天道，啊，畜生道提升到人道，啊，不是一样的，啊，佛菩萨无论现什么身，无论说什么法，无论用神怎样的善巧方便，你记住，决定是清净平等觉，他不迷，不迷就是觉，他不染啊，不染就是他不会被七情五欲所染，他不会被烦恼习气所染。烦恼习气就是贪嗔痴慢，他不染这个东西，这就净业。他对于一切众生，决定是平等对待。平等对待里头没有高下，啊，所以诸佛菩萨这圣贤人，绝对没有一个是傲慢的，傲慢是烦恼。傲慢是染污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真正这个功夫得力啊，这是我们常讲的，什么叫功夫得力？他时时刻刻知道自己错了，功夫就得力了啊。知道自己错了，这是觉啊。佛法讲实觉，他开始觉悟了，觉悟之后他就会修正了，一定是先觉后修啊，他就会改正啊，改不是一下能改得过来的，为什么呢？习气太深啊，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毛病改过来。啊，毛病真的改过来，还带着一个习气。啊，这佛经里有很多小故事，佛曾经讲过。啊，一个人证到阿罗汉果了。啊，证到阿罗汉果，我们就晓得见思烦恼断了。啊，决定没有执着。可是他接触大众的时候还有习气，但是决定不是傲慢啊！佛给我们指出来呀，啊，习气不好断的，阿罗汉断了这个执着的习气没断，到什么时候才习气断呢？到辟支佛啊，再升一级，习气断了啊。那么再上去，再去学习断分别啊，一层一层往上爬啊，这就是。见到众生受苦，这是感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自然就有因啊，不是说我们要起个念头求佛菩萨，那个感就更明显了啊。
没有念头求佛菩萨，只要我们在这受苦受难，佛菩萨就有感应。啊，这个感应我们决定没有怀疑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里面知道了，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啊，自自然然就相干啊。你看我们起心动念，所有一切物质统统都有因，我们起个善念，山河大地所有一切反应美好啊！我们起个恶念，嗔恚发脾气，山河大地反应的都不好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气氛，中国人讲气氛，外国人讲磁场。啊，这是刹那刹那都在那里变化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变化呢？众生的感不一样。啊，有这个地方，你就能体会到佛在大乘教里面给我们讲的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。啊，在人身上所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啊，一根头发啊，我们滴一滴的时候，全身都感到有痛痒。宇宙是如此啊！啊，我们轻微的一个念头，整个宇宙都有感应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，科学如果再能够进步个几十年，一定会发现这个现象。啊，现在江本胜的做实验的时候，刚刚开端。啊，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我把佛经里所说的告诉他，啊，你这个实验觉得很惊讶，不可思议，可是在佛经里面这很平常，啊，三千年前佛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啊，他听到也很惊讶，啊，所以这真的是一门大学问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，众生受苦难去了，这么多众生，地球上就人来讲吧，将近七十亿啊，有没有真正觉悟的了，厌烦六道，不想再搞轮回了？有，不多就是了。啊，有个一个两个，佛菩萨也来，他也不会舍弃。只要他来，佛菩萨来，反正大家都沾光啊。那么由此是可知啊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啊。我们能受益多少，这完全自己对这个有没有信心，理解多少。啊，实在讲，你理解的越深，你的信心越恳切。啊，这叫正信的。啊，从正信到真信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学佛的时候，入门的时候说老实话，迷信的，也不错，迷信也好。迷信进来的时候，常常听讲经，啊，常常学经教。由迷信就变成正信，神奇了。由正信就变成真信，啊，一层一层往上提升了。啊，信的档次提升了。但是，如果说不接触到经典，啊，不听这个经教，啊，只是在佛门里面求升官发财。求佛法菩萨保佑，那永远是站在迷信。
那就错了，那个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那么这些还得要讲到前生叙事。啊，我们学佛的缘不是这一生，过去生生世世啊，那这一生肯定跟前世连起来的呀。啊，那这个道理就更深了。啊，如果不是连起来的事，在这一生当中，效果就非常微弱。啊，不会有很殊胜的效果。这是发这个发心的第四种缘。啊，这个四因四缘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休息几分钟。